真的很好吃。等一下我猜赢的时候，你帮我选答案好吗？不提，你现在求助于阿基师了哦。还有一个第二个志愿呢。我没有听过阿基师笑这种声音过哎，开超开心的。阿基师，你会觉得这是效果？好好笑啊！你会觉得这种没有没有哎，陈哥，我对您敬仰肺腑之心呢，小弟我不敢怠慢啊。阿基师也想要闪卡了。这是真话了，不要害人又害己嘛。严厉很实用。好，村民锦绣好宝岛就这样子了。好，村民锦绣好宝岛也完成了。五星级虱目鱼料理，我们一起上桌，请。国宴是不是？先是阿基师的。好，村民锦绣好宝岛，阿基师请出题。早期渔民捕捉到虱目鱼后，他会用很有弹力的扁担来装虱目鱼，是因为这样可以 A 来晃晕鱼，防止跳出来；特别 B 打空气，防止鱼窒息。准备好了没有？加油！准备，没关系。小手不。晃晕，把它晃晃晃，它会跳，跳出来反而麻烦。晃，让水跟空气接触。哎，你怎么这么爽啊？因为它从鱼温里面挑那个蛋，扛着鱼的时候要走很长的路。对，这路不能走到了，那么鱼市场里面就死了。嗯，所以让鱼能够保持鲜活，就是打空气。有道理。中间选民，请选择。好了，这最后我觉得可以跟你站在，是不是？因为我太想吃了。你这个墙头草，水性杨花。哎，夸张了，水性杨花。哎，两位，就这样，没关系，让你吃了。啊，大家都不走是不是？好，没有，既然你支持他，我们就过去了。我怎么可以说不仁不义呢？过来，过来。我们坐在一起的嘛。早知道今天就你们四个一国，我一国就好了。好啦好啦，我来了，我来了。不然他刚刚在后台怪我不选，那我要回来。妈妈，赶快去，不用去那边，去那边才可以吃到了。不用，没关系。答案是 B。对啊，没道理。有了，比较新鲜了。早期渔民捕捉到虱目鱼以后呢，他会特别使用很有弹力的扁担来挑篮子，渔民一边走动一边晃动。篮里头的水也跟着晃动，打进了空气，让鱼苗保持活力，不容易死掉。这就答案是 B。你不要急着，不要急着吃鱼丸，先吃鱼肚。鱼肚，鱼肚。如果你觉得鱼肚的味道淡，你再去拿鱼丸的咸味来做提味，这样子。要不早点说啊。好嫩，好嫩，好嫩。哦。哎，超好吃的，好嫩。很香哈，我这我就吃到第一口食物哎。哦，那个鱼油真的好吃啊。吴炳仁师傅怎么说？好，这个咸冬瓜在这个符合在这个鱼肚上面，因为阿基师很会拿捏这个鱼肚的熟成时间，所以它熟成的刚刚好。那咸冬瓜的咸呢，你入口之后，然后点到你的舌头之后，不断的这口水会分泌出来，所以你嘴巴一抿的时候，包括鱼的汤汁也整个综合，你就好像。吃了一口，你满满的这些都是汤汁那种感觉，所以你吃起来是很爽脆。包括现在这个咸度还在口腔一直不断的顶你，对，那个唾液一直出来。对对对，你很想说再夹一个什么东西再来。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子去吃进这个味蕾，这整个的一个功法部分，会做得非常的厉害。好吃，谢谢阿基师。两位吃点水果吧。好啊好啊好啊。那一瓶瓶那是什么？清洁剂。哎呀，错边。Nono 真的知道效果在哪里？你不说了，八根都没有效果。真的吗？我觉得 A 应该是少的。可能在打饱嗝了。哎呦，要去哪？回来了。来八八。应该是二。哎，真的是二，真的是二。来，准下。给你啊！你帮我最想抽就抽掉。你刚有三次机会，你都不抽，这叫最想抽。怎么出也输你？再怎么出也输你。太强了啦！我要吃第二道蛙桂了，这叫做状元鱼酥糕，请出题。
好，来，四亿年前已经存在的那个四亿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枪极鱼是非常特别的软胎生鱼类。雌鱼竟然 A 怀孕三年才生小鱼 ，B 交配三天才能怀孕，它是软胎生哎。剪刀石头布。祝你考上第二次。对，不过我也不过刷新我之前的记录而已。交配就是合在一起，连续三天，这样很容易被吃掉。软胎生啊，软胎生，你要软胎生，一定要这么的慎重的分析。我知道了，它的卵藏在自己的肚子里，对，所以生出来就直接是小鱼了。所以要就是你看，人类要九个月，对不对？要鱼可能有可能，因为它在肚子里孵化，下雨浇，生出来就是。你可以讨论的再热烈一点。我只觉得很有道理耶，啊，有可能，有可能。三位中间选民，请选择。好，走喽，拜拜。这是有可能的，对了。又是这个画面。怀孕三年。好稀有。但是，但是，哎。枪极属于软胎生动物，在体内受精。雌鱼怀孕的时间呢，是动物界非常罕见的，大约三年左右才能够诞生500公克重的鱼苗。哎呀，真的是吃成品的命。哎呀，看来产生育才刚好转，接下来又要再次一旁干瞪眼了。究竟已经抽出21根香蕉的他，会再次抽出背后的8根香蕉吗？超爆笑内容，广告之后，保持让你笑掉大牙。